谁策划的？给我开除！丢我脸，真丢脸！这不哗众取宠吗？做企业哪能这样？吃个早餐呢，开个提醒。对呀，扣一草帽，戴墨镜，那一女的干嘛呢？这是用我的号，有病啊！我的直播间，基本上就是我自己要直播的时候就埋楼机，然后就弘扬的是正能量。我们要弘扬的是正能量，哪有这样躺着的？天天躺着还是扇扇子？现在什么年代？哪有躺着的？不好好干活？哎，他们传达什么能量？气死我了！哪有这样的？人多也不行，这是什么什么风气啊？什么风气？赶紧滚！那讨厌！现在打电话，谁策划的？给我开除！丢我脸，真丢脸！他自己用他自己号躺着，干嘛用我号躺着呀？我王菲是这种人吗？真丢人！他有想法是好的，没问题，他自己去他的直播间躺着去，别在我这边躺着，用我的名字。人你们都以为是我在躺着呢，大家不好意思啊，祝大家端午安康。我就是跟大家说，不是我在那躺着，我每天都没躺着，该干活干活。别人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工作，别人休息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工作，尤其在节假日的时候，咱们的店里更忙，怎么会躺着呢？没有一个员工在那躺着。